各位，今天是10月7号，我们去找一居没有买到，我们现在正要跟嘟嘟老师会合，我们就看他有没有买到吧。哦，嘟嘟老师真的是太强了。刚那完抽一番赏啊，噔噔，40周年的一番赏，然后好像还有这个之前的另外一个牛缸的一番赏，我们请资品老师介绍一下。Hello， 现在在做活动啊，旧的 NS Conclusion 这个是370一抽，那新的刚发40周年是400元一抽，那两个组合起来是699，今天就来试试你的手气吧。这个的话，其实我们最想要抽到的是这个吧，E赏跟这个 F赏的部分，这个 EG 的钢弹，还有这个 EG 的 G3。虽然我之前有抽到，不过还想要再多抽几只。那杜老师，你抽不到了，杜老师，你想要抽哪一个？啊？你想要抽这个吗？我还好。这个，我对这个，这个是这个，它不就是换了一层皮吗？换了一层皮，一部分的皮。一部分的皮啊，很酷呢，有那种结晶化的感觉。好，我比较想要 EG 耶。啊，那这样你就是目标这个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 E 赏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们如果全包还有这个啊，哦，不见了 ，Less One 赏。哦 ，B 赏是这个 ，B 赏是这个。今天就是要拍阿燕全包啊？不是，是我们要进入那个对决的环节。什么对决？我们要跟嘟嘟老师对决。你跟资品老师对决，我看你敢不敢赢他嘛？所以我们要不要请那个观众来按赞？就是几赞就。就是请阿燕全包，是不是？好啊，我现在也不用标准太高，3个赞就好了吧？3个赞就可以了吧？什么3个赞？所以这个 Lasso 赏是初钢的2.0，没有没有透明版本嘛？赏是不同，就是不同部位。哦，拿过来看一下，对照一下，合会也不一样，超帅。一只是全透，是不是？都是局部透，哦，都是局部透，对，然后是不同透的方式不一样，它的位置不一样。阿燕，你想要拉手赏对吧？嗯，是不是？不然就对决啊！对决怎样？好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把。应该说，我们现在目标不是还是这个 EG 吗？没有，那是我的目标。谁先抽出这个？对啊，你就包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要几抽？就一各一抽对决啊！各一抽，这个是各一抽嘛？哦，对啊，看谁抽的好。好，那你就先抽哦。好，所以我们就，那我就直接先抽起来吧。还是资品老师要先抽啊？你先，我们是要比谁比较强硬的。对啊，那资品老师看到你抽比较好，他就不抽了、啊。就像那个，你扑克牌先开始。你怎么40周年？你怎么连拿一番赏都跟吃饭一样会掉？不是啊，这个难道是出老千？出老千哦。这是40周年的啊，这个是什么 MSC Collusion？ 直接开了啦。好，开，先开40周年哦 ，A 赏。I 是什么？就是盘子，哇哇，你真的是盘子哎、欸，真的是盘子哎、欸。等一下再拿，等一下拿。那这个我们看是什么？直接开了。C 是拍一下。C 巾是哦，长的跟短的。哇哇，盘子跟毛巾呢、欸？那个阿燕抽到 A 赏，真的让。好，我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换资品来抽。超多，40周年。40周年先吗？好期待，如果抽到 A 赏的话，我觉得资品是强运的。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开一番赏，直接拍你的手。啊，A 赏，等一下，平手是怎么回事？好，至少不是资料奖，我觉得。那再来是 MSC，B 赏哎，资料奖。哦哦，哎、欸，怎么会？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 B 赏？通常 B 赏不都是？很不高级的 B 赏。通常 A B 赏不是都很高级吗？哇，那这样其实我们算不相上下哎。那这样不行啦，我们这样，那我也抽一抽，我们就40周年的抽起来，好不好？还是你要嘟嘟老师试一下手气、啊，还是我再抽一抽？好，你再抽一抽，然后我抽一抽好了。好，那我再抽一抽。怎么可以就这样呢？所以今天是抽到一为止吗？我们再抽个几抽吧。我们一有很难吗？我还是想要这个啦、啊。等一下，这一有很少是不是？一真的不多哎、欸。对啊，哎、欸、还好啦，有至少有10只嘛。好，小抽。啊！为什么？今天可以去阿燕家吃东西，有很多盘子准备。那你再抽一抽，再 Q 一次。好吧，再抽。嗯。
就这样，命运的一抽。H 赏，耶、yeah! ！H 赏什么？耶！进步一名是进步一名呢，好棒哦！好了，那再给嘟嘟老师抽好了。哎、欸，现在大赏的几率越来越高。对啊，所以是来嘟嘟老师你抽。当然是拿这个力。阿燕把很多小奖都抽。阿燕把这个立起来的就好了，为什么拿？为什么？现在还拿什么立起来的？到底？对，所以嘟嘟老师这样开吗？对对对。衣裳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挑阿燕不要的就会中，好不好？各位，看到没有？看看阿燕的表情。大家记得来抽。所以这个衣是谁的？我刚刚就一直注意到他把那个这张立起来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拿这张立起来的。衣裳，所以衣裳就是我要的那个啊。不是我要的吗？是我要的，对，就这么决定的。那你可不可以再抽一个？啊，你们再帮我抽一个衣裳哦。那如果抽到了咧，我们要那个嘟嘟老师的传说，从今天开始。真的？那你把它拉一拉，我把它拉一拉，然后拉另一张。所以我拉一拉，然后，好，你不要动了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了。我就拿最上面这张就好了。你拿最上面那张，我就挑阿燕，阿燕都往下面拉嘛，我们就拉上面。居赏，居赏是什么 ？Hello， 哦。也不错啦，也是模型啊。这样我已经开始不知道我到底抽几抽了。我这样几抽了，多几抽、你自己抽了四抽哦。哎，没有吧？总共四抽。没有没有，他刚两个，一个 I 一个，两个 I 一个 H 哎，已经四抽了。对啊，啊我是一个 G 一个 E 啊。不行，我要再一抽，我要再一抽。哎，你的钱就是这样不见的。钱都变成他喜欢的小纸。到底有什么差别？没有差别啦。我跟你讲，越挑越是 I 啦。就这张随便摸。好，来开奖。H 上，恭喜你，恭喜你又是 H 啊！好了，你不要再抽，你不要，你冷静一点了，你冷静一点了，你已经不行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一番赏抽卡。如果大家有觉得有趣的话，可以来抽，因为我都留把奖项留给大家。我都已经帮你们消耗掉这么多 H 上跟 I 上，看我都不想记得他们 H 上跟 I 上是什么东西。好，不过这也不错啦，这个。以后来我家吃饭就有很多的盘子，你有两个盘子啊，还有两个资料夹，菜单会放在那个资料夹里面。好好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不是，我们刚刚说要抽 EG， 嘟嘟老师要抽 EG， 就真的抽出 EG 耶，太可怕了吧？没有错了，来挑礼物喽。我哪一个是哪一个？这个是 H 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全部都要交回。哦，就全部的上面那张要交给。所以这个小米也是阿燕的，就全部的盘子，盘子兑换券都交给志廷老师。I， 到底几个 I 啊？哦，可以了吧？那所以阿燕到底加码了几抽啊？应该六抽吧，是不是？还是五抽？五抽。对，五抽。好哦，这就是今天的战绩。抽是，你自己一次性共抽了三抽。刚刚阿燕说要是二到四抽，结果他抽了。抽了五抽没关系啦，多了一抽。所以还要不要再加码？没有抽 A 怎么可以停呢？我竟然没有再抽到 EG， 我是不是应该要再抽？我看那个日本的网友抽十抽都已经有 A 有 B。我跟你讲，你就一口气拿十张出来，一定不会都是有 I 的。所以现在已经，为什么这个，嗯？阿燕今天手气可能不是很好。如果 I 还有胜利，再一口气拿十张全部。现在这边的话 ，A 赏跟 B 赏是还没抽出来。完全没有抽出来，太扯了。所以其实还是可以抽啊，一般这样是可以抽起来。我突然觉得来抽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我明明就没有抽过，为什么你们要让我跌入这个坑？我的天 ！A 跟 B 是空，但是 H 还有很多的洞。对啊 ，H 太痛了吧，阿燕，先抽到立起来的。什么？你想要这张？因为刚刚只有他是立起来的、啊。你不要骗我。真的、啊？他刚就在这里啊。好好好，那你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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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你量力而为，我不要到这里晚餐没得吃。不会啊，我赌性坚强。来开，再一张，确定？确定啊。狙闪。两只哈喽了、欸，其实还是蛮强的啊，目前还在 EG 的范围内。天哪！所以只要拿立起来就不会是盘子。
What？ 这是什么明星？还不错哎。好，就这两个了，最新的和会。所以你可以挑一下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想要 EXS？ 我想看有没有是一张。没有一张。你可以看这里。我到底要拍你的脸还是拍？都可以，看你想要拍哪里。哦，要拍你肚子好了。哎、欸，这个会不会掉啊？好危险。要拍那个。好吧，那我就。嗯、他也哀伤的脸。他没有了，他没有哀伤啊。我觉得还可以啦。好了，那个 EG 给你啦，我这样我怎么敢？他这个两边是这样两边。嗯，对，一包是两个。对，哦 ，V2， 哦好，拿这个好了。麦雨辰，你怎么快就选好？那盘子呢？盘子有三个，可以现盘子也可以，哎、欸，有不一样是不是？有十种。他这个是要抽是不是？还是可以看？不能看吧？是用抽的。用抽的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阿燕今天会不会运气差，连盘子都要抽吗？就拿到重复的这样子，对吧？你这里有几个？十个是不是？我可以拿三个啊。对，没有没有，你拿七个出来，我拿剩下就挑剩下那三个，对。选那个你不要的。啊，这牌有八个。八个，那你挑五个出来。挑五个出来。对对对对对。挑五个。那就最后剩下这三个嘛。等一下，这有没有？这从箱子里拿出来是有照顺序的吗？哎，没有，已经打乱了。哦，那就这三个了。好哦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筛选法？就是哪里不要的啊。那我们就直接打开来看一下，看看是什么。我是比较想要这个吧，阿凯、吉姆、钢弹。好刺激哦，连这个都可以再抽一次的感觉。这一定是扣客了。哎、欸，看不到。耶、yeah, 哦，吉姆哎、欸！你看，挑你不要的，就是你要的。太神了吧！那这个呢？哇，我们都没有在 C 的。这如果是阿凯的话就，就见鬼了。哇，又是吉姆！太扯了！那吉姆就是量产型吗？太可怕了。那这个呢？所以接下来抽盘子的没有吉姆了。真的假的？之后吉姆只有两个，20个，然后应该是10种各两个。啊，凯耶！哇，看你看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吉命哎！不是不是，你看，我就跟你讲，有点是你要的耶，对，都是你要的，你有点爽，有点爽，可以。你要不要把一番赏抽完？不是不是，你要不要挑？你把它挑到剩下两张，然后我们拿两张就好，是不是就 A 跟 B 之类的？真可以刷卡。如果是番外篇的部分，如果有盘子，也可以抽啊、只要有盘子或者是资料奖，你就再去抽一抽啊。啊，如果两个都把小奖抽掉，就可以再抽。不是啊，就是好，所以你觉得是什么？所以等一下怎样的话，我要再抽。只要是就是我抽到 H 或 I， 你就要再抽。对。What？ 我帮你把那个小奖。可是我觉得资平会抽到 A 耶、欸，我觉得他手上这样气场很强、欸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上面写个蛋，有没有？刚才蛋呢、欸？确定是蛋喽？哎、欸。有没有 A 啦 ？A 哎哎哎 F 啦！哦、oh, ，G 三，我跟 F 这么有缘，我想 A 又是 F， 我想这是我的第三只，哎、欸，这已经很强了、欸，啊，第三只 F， 太强了，再来一个，怎么可以用这种偷撕布的方式直接撕开来？啊？不要看了啦，撕开，我都没办法，这应该是 set， 所以应该是资料夹。欸真的、啊、完了，阿燕要抽一抽了，抽一抽吗？只要他有抽到，好吧，那我也再来抽，搞不好就 A 赏 B 赏，然后 B 赏 D 赏 E 赏 F 赏，我等一下可以用刚刚那个方法吗？说刚刚那个方法吗？所以我要用什么方法啊？你说我们要使用一个神奇的方法，有什么？就是把没有没有，就是叫他。对对对，我刚就拿他不要，然后就移。所以我要怎么样？你就把它全部拿出来，然后留一张在里面啊。留一张在里面。对啊。那现在里面就只有，现在里面就只有一张。好，那就他了。真的假的？就他了。真的假的啦？那我把它打开还是你打开？好，给你开，给你开，见证奇迹的一刻。G 闪。又是 G， 第三个 G 了、欸，在哈罗，我今天抽三次哈罗嘞，好吧，那你拍我，我再一抽了，好吧，我最后一抽，没有没有，你要使用那个大法，什么大法？就是你不要的，
不要啦，什么我不要的？你不要，真的要选啊！你自己开。我觉得他们默默就会抽到 S1。这是我要的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我不要的，我要怎么抽啦？你就拿一把出来嘛。啊。你把它放下去了。你要他刚拿那张？搞不好我打开就这样一张。哇，已经丢进去了。来，没关系啊。我不要的哦。最后一张是不是？那你自己开。我挖起来。觉得好刺激哦。最后一张了啦。我觉得阿燕开就会是盘子了。我已经山穷水尽了。F 赏，就是 G 三哎、欸。哦，恭喜你有一台 G3。今天最大奖啊！啊，G 三。耶！回家了，我们不能再待在这里了。我们不能再待在这里。带火箭筒。其实我觉得、欸，可是我觉得这样还不错，至少还有一只 F， 而且又不是哎、欸，没有盘子哎、欸。没有盘子就好了，我真的觉得没有盘子，盘子都可以凑一套。对啊，你盘套有十个，我们就抽两只这个出去吧，抽给大家。然后要留什么言？大家抽两只 Hello 出去是不是？留言就留，留阿燕四个盘子，就留这个好，抽起来哦。G04很好做，很棒，这很棒，可是这比较贵。对啊，就是用金钱的力量。盾牌要分色，没关系啊，你看顺便磕磕线啊，很漂亮啊。没有时间磕了，为什么没有时间？可以啦，提督都可以一天做完德姆了。不，没有哦，这边是贵的区域。哦，那你就做这个球出刚好了。天哪，贴贴纸，好棒哦。而且它是一种，哎、欸，有这个哎、欸，这是那个之前展览的，对嘛？然后好做的话就这个吧。那有没有选一个优胜？你如果选那台 G04，你就是放弃水贴。其实这个也蛮好做的啊，这个 F2 吗？对啊 ，F2 也不错。好啦，直接给你德姆。德姆就跟啊，刚好这两天德姆日啊，这是比较瘦的德姆。不然就做这个嘛，这个版本好做了吧？就他了，参加那个 MS 东西军。再来就是看到底要不要再抽。哎，这一个，这个九十我觉得还好。黑盘的天哪，太扯了。好，试试看吧。这个叶子应该不能吃吧？废话。